水桃李这个一定要要平贴，你看哈、哦，不能这样子，不能直接要平贴，这样才不会漏气哈、哦。然后它有三个吹口，你最左边的，左边这个，这个、啊，对，最左边这个哈、这个哦，然后吹的时候跟你吹萨克斯风一样，嘟嘟嘟嘟，舌头要低哈。哦对啊，会紧张。他就多，一定要多啊，对，一定要多，都跟上钟一样上，哦。啊，多对不对？不会啊，现在才六点而已，快点，我接完他了，都客人是客人来，我就不让你因为准备给我，知道吗？对。不管他了，现在就是你如果说晚上十点那不对、啊。啊，你刀对不对？刀已经刀了哈、嗯。啊，这个案子啊，啊瑞，这放开瑞比、啊，还是一样吹啊。啊，这个正要放开，这全部都开了。哦哦，没错。哦，你瑞，嗯哦。那你吹到瑞的时候哈、哦，你是不是都放开了？会晃动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手指是不是要夹着？你是不是放开了？这个夹着，这一只哈、哦。这个。哎，对对，就靠这个夹着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哈。我累的时候是不是夹着？好，来这一次。对，很好哦，你很有定位，对，很多人都不会夹，那你就 OK 了。好，那累的哈、哦，啊，吹咪哈、哦，好，把这一排哈、哦、移到这边来，移到中间，也是平贴哦，不要这样子哦。好、哦，然后你就吹这个中间的孔，中间的、哦，这个叫咪。咪吹中间，你嘴巴还在吹左边，不对啊，你要吹中间，你要对对对对，叫咪，这个咪了哈、哦，啊咪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好放开发，再收，再来，啊拉对不对？拉好，然后放一孔吸，放这里啊？一孔，它这边两孔，一孔是吸，好全开收，收。都要一样中间，也是中间，但是你这个还是要夹着，你右手不能离开，你一离开就会晃来晃去，会怕你哦，知道吧？哦，是吧？那、啊、你气太弱就没有这样刀，对对对对对，啊你就已经高音刀都会啦、啊，哇，这是两个八度刀喽。讲一个又等于忘记。好、哦，因为上次我上次不传给你那个就对了。那个看我就看不懂，我就一直听看你那个。播放的那个好 OK 啊，你现在知道，我就只有你播放的，我看的那一段，只有讲这个好、哦、没关系，那我现在就是今天既然来，我就跟你讲那高音，好，你看再做一次哈、哦，跟着我，不要那么快，来放轻松，手不要太硬，要放柔软。这边右手哈、哦，来移中间，平贴，啊，平贴哦，对对对对，好、哦，你看怎么样？然后嘴巴吹中间，吸，移一孔，移一孔，好、哦，拉吸，拉吸，它有一个方式哦。有一个方式，这样移哈、哦、容易做，你就好，拉吸就按无名指，你就是不要去按这样移很容易移错，不是这样是拉，你按拉全部按拉嘛哈、哦，啊然后吸放松，啊进，好、哦、你看哈、哦、这个咪，你看哈、哦、你看哈、哦、你看我，咪发你看我你看你先不要啊咪。咪发嗦拉西哆，好、哦，本来拉西这样子，这样容易这样音，这样容易这样不好处理。啊，我
教你一个变通的方法，紫微表上是这样子，但是我教你变通方式是这样子。好，咪发嗦拉西哆，很这一支。好，所以中间呢，中间的孔啊，吹高音咪，天天咪，吹中间，对，然后吹中间，不能吹旁边。哇，对啊，对啊，这里要按吗？勒不用。那没有关系，那没有关系的。这边是这一孔，但是你，对你按对啊。啊你按着也没关系，没有影响啊，因为你这边吹从这边的、啊，这个没有影响了、啊。好，来，咪咪来最中间，好吸，不对，不是中指，是无名指，无名指干那种，好再开哆，两个八度哆，这样会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对啊，不错啊。我就怕一忘记。啊你再把图好拿来点好。我还是你来我要。好你点。